老黑这家伙是一条纯种三蓝藏獒，这家伙到今年下半年就是进入六岁了，也是他进入老年的一个最开始一个阶段。那么从原理上来说，六岁的藏獒它不算老，一般来说要8岁以后到10岁它才算是一个老年藏獒。那么六岁的藏獒它基本来说已经进入了老年的一个开始阶段。今年它的一个对象就是搭配这个土贼啊。那么这个三蓝藏獒的首先一个特点就是性格沉稳，凶猛好斗，眼睛犀利，平时在家它是不会轻易叫的，只有当碰到陌生人还有陌生的事物的时候它才会发出它阵阵的一个吼叫。所以说三蓝藏獒的沉稳度在三个品系当中是表现得最好的，平时有人没人它都是非常的沉稳，但有生人进入到它的一个领地，那么它发动攻击的速度力量也是叹为观止的啊，也是非常强大的。现在别看着它温温柔柔的，是它没碰到生人，它要是碰到生人就如同一条小老虎似的，非要把人吃掉不可。这家伙也是非常厉害的一条严种啊，山南纯系大藏獒啊，它是一条猛的啊，一个大美女。好了，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关注泰哥，每天分享不同的藏獒知识，谢谢大家支持。